今年是国际武术联会成立30周年，而8月8号就是世界武术日。今年武术日的主题是共赢华丹，共享武术，共享健康。目前疫情肆虐的情况底下，武术日除了是武术界一个重要的日子之外，亦都是趁机可以推广市民通过武术强身健体。在这里我谨祝国际武术联会会务蒸蒸日上，武术界的朋友身心康泰。